来看迪士尼哦，出名真出名的动画，甲是 Mickey Mouse 上早期的版本，保护的期限已经到期了，所以今年开始哦，都无版权的限制。也唔过爱注意，只限头一代出版乌白色的 Mickey Mouse， 其他的版本哦，嘛是够版权的保护。迪士尼全世界第一次无限的动画片，寄存威力号。和古锥的米老鼠 Mickey， 在1928年第一遍登场了就红遍全世界。直到95年了，这个第一代初版 Mickey 的版权已经到期，2024年正式进入到公共财，也就是所有人拢唔免付钱就使用初版 Mickey 这个角色。I kind of feel like the pipe on the steamboat, like expelling smoke. It's so exciting that it's finally here. 不过价值$60亿，穿着红裤无同版本的彩色的 Mickey， 就以国际版权保护。目前民众会当使用的 Mickey， 只有黑白片准定这个特定版本。其实，寄存威力号的版权本来应该伫咧1984年到期，也不过迪士尼长期大力的游说，和国会几多遍批准版权延长，和初版的 Mickey 版权延长到95年。People got so excited. They were like, wait, The Great Gatsby? Wait, you know, finally the last of the Sherlock Holmes stories? Wait, Winnie the Pooh? And so I've been feeling a crescendo of excitement over the last 4 years. 根据1988年上新通过美国版权法，大部分的作品一直发布95年了，变成公共财。在最近有真侪经典的文学成为公共财，就带动改编的热潮。就像小熊维尼也比 Mickey 早一步成为公共财，甚至在去年被改编成为恐怖电影。迪士尼强调会努力经营迪士尼标志性的角色，袂让消费者感到困扰。记者综合报道。